我是公共列车的 FIC 列四月三号，瑞芳红桥路9:34所拍摄的是，有列车通过。来了，我的405次，台东八车九号龙岩树林的，他有个这样准备通过。天佑2009的天佑2010泰鲁哥这样405次在瑞芳分享生活，好了，下面个马掌门多多点我们的聚光片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